内地少年偶像组合，出道时平均年龄仅有13岁，是中国年龄最小的偶像团体。这里我们可能会加一段视频，这段视频是粉丝的视频。2015年8月，北京万事达体育中心即将迎来 TFBOYS 2周年粉丝见面会。这是 TFBOYS 正式演出前的最后一次彩排。其他两个人都拍戏了，天使会不会考虑演戏？会啊，已经接了戏了。期待演戏吗？期待。自己一种态度吧，就自己想让他们看到我成长了，想让他们就是知道我很努力，很努力在进步。大家好，我叫易烊千玺，今年12岁，来自湖南怀化。我给大家唱一首歌，我给大家表演一段拉丁变脸蒙古舞街舞。和王俊凯、王源不同的是，易烊千玺自小就参加了许多兴趣特长班，并活跃于各种选秀节目。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，家长望子成龙心切，都希望通过这些方式去锻炼孩子。大大小小的电视选秀也出现了很多专门为孩子设计的舞台。那会儿个子也很小，然后一个人站在上面，就是说话都不敢说，上去跳，跳完就下来。那个易烊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那个你会那么多东西，你自己最喜欢做什么呀？舞蹈。就刚才这样跳舞是吧？对。那你为什么要学魔术啊、书法呀什么的，学那么多东西？我爸我妈就说让我跟别人与众不同。做全才很辛苦的，你13岁以后的这个好多生活要这么学下去太累了。我建议，不是建议你，建议你的家长，我估计应该今天也在，可以是减掉你几个爱好，我觉得你做你最喜欢的事情最好，你说呢？好吧。你觉得学习很多东西，然后没什么时间去玩，你也觉得很开心是吗？没有，不是很开心，就是习惯了。自5岁起，易烊千玺就是电视台的常客，除了选秀，他还陆续参加过综艺节目、电视剧、音乐录像和电视广告的演出。我长大以后就想当一个艺术家。下面呢，我们把所有这个见面会的流程环节过一下。这是 TFBOYS 第一次登上高规格的演唱会舞台。三个孩子虽然很小就在娱乐圈的边缘游走，但是从这个行业的外围到真正走上万众瞩目的舞台，他们各自经历了一段曲折的日子。小时候参加的选秀比赛其实都不太喜欢站在就是台上，然后一直很紧张憋着一口气跳舞的感觉，就喜欢在练习室里面然后自己一个人跳。童年记忆中，易烊千玺绝大部分的课余时间是在舞蹈工作室中度过的，而他也逐渐在繁重的补习班课程中找到了内心的方向。各种补习班，我是最偏向舞蹈这方面。到上舞蹈课的那段时间，我会特别高兴，因为我一直坚持下来嘛。也希望能看到有人就是看到我的特点，就是跳舞好。易烊千玺所在的舞蹈工作室会将学员和老师的训练录成视频，发布在网络上。我印象里面第一个放上去的作品就是，我和我一个老师一起，然后放上去之后好像出现在了什么每周热榜里面，我也记不太清了，然后就一直被挂在第一个，高兴。那会儿能受到一点关注也是很高兴的。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，人们成名的舞台已不再限于传统的电视节目，在网络的世界里，许多普通人也能凭借一技之长吸引大量粉丝的关注，他们被称为网络红人。音乐前奏响起来以后，就直接慢慢慢慢升起来，升起来以后自己去唱，
我今天晚上会走这首歌，你可能自己感觉一下，稍微有些耍帅的一些动作。第一首歌是千玺，这个升降。离两周年粉丝见面会不到一周时间，流程中的每个细节都需要反复修改。啊，你可能就小点点头，坏坏的，嗯，哐，对，完慢慢下来，嘿，就那种感觉还不错，就是这种感觉。2013年，在一次选秀节目中，王俊凯和王源所在的经纪公司留意到了舞蹈达人易烊千玺。千玺呢是选秀的时候碰见他的，就也是那种小孩啊，就留这个中分那种头发。我当时觉得他肯定比我小，就还真的比我小。对，我们先根据你们演，我们先对此我先看一下哈，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来。来音乐来。小小的哎呀！很快，易烊千玺就走进了王俊凯和王源的训练与生活。各自擅长唱歌和舞蹈的三人组合在一起，演艺实力大大提升。第一次是见王俊凯，然后他一个人在沙发上弹吉他，工作人员说打个招呼吧，然后小孩就特别冷这种，然后也不熟。后来见到王源，王源在拍一个东西，然后全身穿的是青蛙装，然后腮红那会儿打得也特别红。2013年暑假在重庆和他们集训了两个月，慢慢就熟起来了。三个人一起学歌练舞啊，因为三个人组合的好处就是他可以那个取长补。伴随着这些音乐作品在网络上传播的，还有 TFBOYS 小时候当练习生参加选秀节目的视频资料。三个小男孩虽然演艺水平有限，也没有精致的形象包装，但他们漂亮的外形、草根出身的奋斗经历、稳步提高的歌舞技能，让越来越多的网友因为了解他们的成长故事而喜欢上这个组合。第一次感受到很多人喜欢我们是在重庆的第一次见面会，心里就是咚咚咚咚，就是一直在跳，然后下面都是一片啊，都是那些声音。和